歼十六战机长空利剑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之际，我国自主研发的歼十六战机列阵混合国蓝天，先期装备歼十六战机的空军航空兵部队，与歼十、歼幺幺 B、苏三十等战机展开对抗空战训练，向全面形成实战能力迈出坚实步伐。歼十六战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。它既可完成制空作战任务，又能实施对地、对海打击，是空军向空防兼备转型的重要装备之一。自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中首次亮相以来，歼十六战机已装备多支航空兵部队，助力空军提高打赢能力。